上港这位右侧啊，23号的这个傅欢啊，这个右后卫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，的确能力不错啊，这个队员能力不错，而且体力上下的这个能力、突破能力、助攻能力都相当不错。但是呢，第一轮看的情况就是他这个最后一脚问题太严重了，是最后一脚质量太差，还需要不断的磨练。对对对，傅欢今年才20岁啊，对，他好像也打过左后卫吧？嗯，应该我没记错，他最一开始的时候等于说是一个这个后场的一个万金油嘛。哦，其实大家在中超联赛看到一些中超的这个本土的后防线队员啊，大多都是万金油。哦，哎呦，机会打门、进了，漂亮啊！哎，贾洛维奇啊，这是这个还凯撒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凯撒，凯撒，凯撒，应该是凯撒。这个没有想到啊，这开场之后上港队攻的还挺猛的，结果没成想后防一个失误，直接是让凯撒先拔头筹。来看一下曼宁多，关键这次在左路这个防守有问题，嗯，对吧，让对方切进来还把球给传出去了，这跟的也不是特别的紧。嗯，凯撒自己做了后跟的这个传球啊，这边应该能够出去了，还是王源。这个阿多呀，他转身确实有点慢啊。嗯。跟人的时候没有跟紧，让凯撒直接突入到了禁区，内切打门成功。